黄晓明离婚后，只用了两句话就揭开了卑鄙的真面目。帮了他了，他成功之后反倒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我的努力，不是因为你的帮忙。2022年，黄晓明和杨颖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婚，曾经轰动半个娱乐圈的世纪婚礼也变成了感恩过去所有，未来仍是家人。离婚后的黄晓明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连事业也陷入了低谷。我就做了太多让我丢下来的事情，被消费，被消费。 反观前妻Baby很快就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离婚的影响。然而他没意识到的是，这仅仅是前夫黄晓明给他带来的余温。Baby14岁以嫩模身份出道，辗转到日本发展。由于五官精致，还有四分之一的德国血统，所以在时尚圈小有名气。不过与早已搭上天王郭富城，并靠绯闻改头换面的小姐妹熊黛林相比 ，Baby还是差了一大截。思虑再三，Baby决定重回内地，并在经纪人的帮助下，如法炮制好姐妹的走红之路。 来到2009年 ，Baby 在机缘巧合下，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黄晓明。那时候的 Baby 小鸟依人，对黄晓明满是崇拜，更是拉上一众嫩模姐妹，穿着水手服为黄晓明庆生。黄晓明是典型的山东男人，内心潜在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，所以当 Baby 出现的时候，他心动了，内心更是被激起了满满的保护欲。 在一档节目中，黄晓明的话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，如果对方这个女孩子比我强很多，我很难接受。第一，她很单纯；第二，她很善良；第三，她在我面前真的非常的柔弱，是一个小姑娘。两人结婚后 ，Baby 的资源直线飙升，实现了从嫩模到一线顶流女星的华丽蜕变。尽管 Baby 的演技是业内公认的差，但她还是凭借《寻龙诀》中的丁思甜一角，打败实力派演员姚晨，拿到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。 在颁奖典礼上，人家得奖都是感谢导演和同剧组的演员 ，Baby 却只能感谢自己的丈夫黄晓明。现场台下观众的反应也足以见得 ，Baby 这个奖拿的到底是不是实至名归？只有 Baby 一个人活在梦里，在台下接受采访时大言不惭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把奖项拿了一个大满贯。本以为 Baby 会安安稳稳的生活在黄晓明为他编织的避风港里，没想到这段曾经令人羡慕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。离婚后 ，Baby 春光满面的出席各种活动，凭借美貌收获了一大波热度。失去了前夫的助力 ，Baby 的各种资源出现了大跳水，就连综艺节目也由 C 位变成了背景板。 此时的 Baby 不得不未雨绸缪，这才出现在了疯马秀的门口。其实 Baby 心里也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不然也不会遮遮掩掩。只是这件事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由于疯马秀事件的影响 ，Baby 团队的工作几乎处于停职的状态，经纪人也忙着寻找下家。自从国内各大平台被禁言后 ，Baby 就开始转战海外拍杂志。 离谱的是，这个杂志在介绍 Baby 时，竟然将她誉为中国的主要演员。先不论 Baby 有没有代表作，单单是她那瞪眼式的演技，就惊呆了一众网友。就连和她对戏的刘德华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。导演徐克更是直言再也不会和她合作。纵观整个娱乐圈，让导演手把手教学，并且亲身示范，模仿着演的女演员能有几个呢？这样的演员也能拿奖？难怪华纳的总裁于东都在众目睽睽之下皱起了眉头。大家看过他演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吗？或者